点击按钮与目标互动吧。哎，你是何人？我是呀，我本花灵，可知你迷途？顺着我留下的花香小径，拖动摇杆，可以控制角色移动哦。我一定会想办法将你唤醒，不计一切代价。我们过去瞧瞧。
门，连个草庙村都庇护不了，也配称正道魁首？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还没有跟你说。这里是草庙村。灭村之灾，点击任务，灵儿就可以带你追踪目标。休要伤，不好！小风衣小爷，没门儿！点击技能按钮，可以释放你的技能哦。以后我保护你，谁敢欺负你，小爷定不饶他。和尚，是和尚，何人？阁下，贼人数，我已让此子。好，老衲这孩子就有劳施主暂且照料了。金玉，你怎么？别碰我！你又没抓。张小凡，施主，你来。可恶的人类，当杀！点击灵兽技能按钮，就能释放灵兽技能了。随我前去。只是此佛道两家殊途同，有劳施主助我一起激活法阵，困锁恶蛟。此蛟凶恶，法阵不全，恐难长久镇服。事已查明，此柱乃前数日方我虚恶之柱力气一散，有劳你乘鹤登顶，催动法柱运转。
我再次巩固阵眼，还请助我师姐运转法。此阵千个何人？苏醒吧，恶奸贼人！此教凶恶，青灵弟子听令，随我降服恶教。掀开，笑赞我为绝色美人。他是谁啊，幼姨？青云门万剑一。哦，我懂了，你喜欢他。正邪殊途，怎可？罢了罢了，你还小，不懂这些。